你看我，阿姊妈，怕甲我天生，我住在呢。阿姊，你做啥物物件？哪会你不无做啊？我呀，嘿！你是毋是想做出对不起妈妈的代志？是毋是甚物代志哦？你误会啊！我看到你甲高夫在伫遐车顶，两个人关系足亲密，我真正足惊遐，所以凶凶公公才去互车着。 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这个官司真要紧，袂当搁咱拖落。我看你是习惯了。小妹，你的胸罩里来了，参照这种无情无义的本事，敢管你要继续退卖命？你也冤枉家己老三公，你愿意，肯定我这边就对了。我感觉闻到臭的小味呢。你先落去啊，你先落去。 掉了！哎呦，安娜安娜了！别哭，那，快点去上吧！啊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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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记得订阅我们哟。